NBA 一级大专篮球联赛女子组预赛，先看到4连霸的世新大学对决台湾体大。世新开赛来势汹汹，林昀桦切入上篮要到2分，杨淑娟也在中距离跳投得手，随后摆脱重重人墙，高难度拉杆放进篮筐。比赛前6分钟，完全由世新女篮掌控节奏，打出一波24-0的猛攻。反观台体没有拿下任何分数，直到黄诗恩一记骑马射箭才终于突破鸭蛋。世新首节建立30-15的双位数领先，而且第二节再接再厉，赵云峰篮下要位，强势转身得到分数。张家轩也在半场断球，超节后完成一条龙快攻。世新单节拉出31-15的高潮，再把优势扩大为30分以上，一举奠定胜利基础。主将赵云峰轰下全场最高的20分，杨淑娟还有张家轩也都有19分的表现。世新共有7人得分上双，决胜节更攻进43分，以源源不绝的火力压得台体喘不过气，中场以133-67大胜过关，预赛3战得分全部突破3位数，轻松夺下3连胜。接着看到清华大学与台湾科大的交手，双方赛前都苦吞2连败，势必要力拼开壶。台科大在开赛前2分钟没有进球，但是王宇文要队友不要担心，从3分线外送上遥远祝福。接着轮到艾玉杰展现破坏力，先投进一记 long two， 再杀到篮下完成上篮。艾玉杰和王宇文都是攻下全队次高的15分，带领台科大在上半场以46-21大幅领先。陷入双位数落后的清大决定在第3节掀起反扑，于廷真抢到篮板，小勾手拿到分数，郑丽轩也命中跳投，清大下半场手感稍微复苏，第3、第4节的得分都压过对手，但是防守端没能限制台科大的火力，分差始终在20分左右徘徊。中场是台科大以76-59收下胜利，缴纳本届 UBA 预赛首胜。最后关心文化大学对阵美和科大的比赛，前3年都打进4强的文化，却在开赛遭遇美和的纠缠。美和科大首节气势凶猛，背后1号的外籍生比威在篮下拖车跟进，摆进2分，而且还是净算加罚。回过头又是射手许可威在3分线外后撤步空心入网，美和科大首节打出18-11的攻势，但是第2节战况风云变色。文化大学不断抢攻禁区，也频频在外围开炮，更把握对手全场的31次失误，趁势回敬26-10的反击。下半场再打出50-31的比分，主将郭宏廷上阵38分钟，包办全场最高的26分、7篮板，还有5次助攻，带领文化最终以87-60守住胜利。我来体育台综合报道。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